来喽来喽，谁是最狂正头？别人摇的是神轿，这个特别不一样。所有人都在小货车上，把货车摇得好有节奏感。搭配鼓声、锣巴声，现场因为这辆摇摆小货车，大家都好嗨。也让人打趣，摇成这样，司机会不会先晕车了？原来这是镇龙宫的大鼓阵，在第三年一次的盛事，当然要热情参与。而东港迎王祭也吸引好多外国游客来，就有民众拍下这样的画面。歌仔戏开演前的班仙祝寿，台下的外国朋友看到台上演员鞠躬，也跟着鞠躬还礼，一来一往的，让人看了莞尔一笑。大家直说这是礼尚往来嘛，真是最可爱的画面了。央广新闻综合报道。